把它稍微缩小一点，然后透过这个工具交叉分析筛选器，然后请把这个 current 1.2 打勾。你要勾的只有这些 NA、NC， 这边大概知道有这几个 N 开头的，所以你知道说哇有好多种磁性。在接下来在这个地方你大概看到大家讲的就是库存啊、成本，然后销售量、折扣。我只是要告诉各位，在这边大家看到的好像各式各样，像因为我们讲处理，请问有没有看到抽奖、捐赠、捐赠，这都是处理。例如说把它变成赠品，还有出清。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种对策来去解决这件事，这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文字探勘。记住它最重要的重点，画图容易解图难，然后请你提供给老板适合的对策。